这个六百是会有这个这两个整，六百抽，现在五百抽，那他其实时间只剩两天，那我不想再赶再抽，怕到时候一个大包你就两百抽，我觉得这样我不能抽后面几次的。奖品，我怕抽不到，所以说我就先放弃继续抽这个。我怕到时候新的角色出来的时候，我可能假如很是要保底，但我保不到，所以说这个我已经抽两次，一次46抽就中，一次30抽中，所以说我就运气应该先中。那我现在就来抽这个好不好？那个还有100，还有98，我就抽这个。来，超验建构，哇，走。哎，中什么？可以啊。林道工業市場。可以啊。力を借り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ほど切羽詰まった状況。流行よ、私をお嬢様だと思って見くびらないことね。私妖怪防衛隊メンバーシェリーが報告に来たわよ。他の人私がカリナだ。協力の先生っていうの、よろしくね。普段はも
トレディック特殊作戦チームのリーダー、そうだよ。いつでも4。好，这也是就可以建构校址。建构校址。流行よ。私をお嬢様だと思って見くびらないことね。好，看一下。建构校址成功几率啊。哦，所以说啊，建构校址的意思就是，哦，他建构校址的意思就是，好不好？就是从你已有的角色，好不好？已有的角色。已有的角色让你选，好吧？那你就可以选利维坦还是莫莉亚。那我可能选利维坦，好吧？利维坦。偏离四次下次命中。我先不选好不好，我先不选，反正他这个建构成功几率 up 就是长这样，偏离四次下次必中好不好。好了，就是长这样。 OK， 那我最主要是要这个好不好。是这样。